挥舞扇子，跟随音乐绽放舞姿。凤凰山圆通寺三好暑期工作坊成果展，当天近百位师生家长齐聚，见证小朋友在寺院里头的学习成果。此次暑期课程以中华文化舞蹈为主题，邀请专业老师指导授课，将舞蹈结合人间因缘，学生欢喜上台献艺，透过艺术展现学习成果，也借此缅怀星云大师，实践以艺术弘扬佛法的理念。圆通寺暑期工作坊透过表演艺术结合佛法，为孩子扎根三好理念，培养他们做好事、说好话、存好心的良好品德，收获宝贵智慧与回忆，期待下一次齐聚共学。民间新闻菲律宾苗歌律综合报道。